来自沿海方面的消息，乌面喇叭是第一级濒危绝种的保育类动物，在人类全力保护之下，2023年全球数量是年年增加。近年来，台湾岛上的族群数量稳定，催眠家正平均分布在台湾的分家南地区。鸟类生态摄影师吴素娥表示，乌面喇叭来台期间主要是为了繁殖，这个生态非常的珍贵，更呼吁相关单位会当重视积极保护。黑面琵鹭是第一级濒危绝种保育类动物，在人类全力保护下，2023年全球数量是年增。今年来到台湾岛上的族群数量稳定，而琵鹭密集分布在极地，也是稀缺了。对，所以他们其实还没有回到繁殖地，但是他们可能已经在台湾，已经在陆续在配对，啊，有的已经配对好了，啊，他们有可能配对好了就一起回去嘛，啊，然后在那边筑巢啊，啊，然后在那边育雏啊，这样子。如果他在台湾已经配对好，我们推测他应该是一起回去，但是一起回去不是说只有他们两只。有时候是一二十只啊，有形成一个队伍，对，有时候成人自行啦。这个生态更是鸟类保护生态者所珍贵，更呼吁相关单位能重视这个保护。对于有危害的环境，亲像垃圾、野狗以及湿地的萎缩，拢是危害鸟类生存的关键。最新新闻，蔡云龙、布地定采访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！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， 一起加入我们吧！